些啦，然后这个架子也不在。对。只是这样拆掉的，对，对吧？那时候是这样，然后他就进去，插。哦，你是要插里面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爬进去就是用趴的进去会不好看，对，直接进来这样插。嗯对，他巧的时候就这样巧，因为那时候这里东西也是没有。那时候客人有跟你反映说你怎么会跑进去吗？没有，都没有讲。对。然后啊，擦完就擦鞋子这样吗？哦，就没了。所以有没有觉得说就是这样子被误会很无辜？可能就客人不知道内部是怎么样。